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精华，我是老头奥特曼，欢迎回来，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呢依旧去外面看一下有没有更多奇趣购。对哈，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上一集呢，好像看到有一只看起来非常夸张的一个算是金刚吗？还是什么神兽之类的啊？它就在我们家外面嘛，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今天呢一样啊，去外面就是抓这些东西。然后呢，顺便看一下这个模组到底呢多了什么。有人说像神话模组，其实我也觉得是，因为呢，该怎么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玩《方舟生存进化》，然后有去逛工作坊。他们的工作坊最近大陆那边好像发生很多事情哦，好像是什么卖代码，然后骗人家之类的哦。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把这种东西张扬到国外去，你知道吗？如果有兴趣的想要去了解的，你们可以去工作坊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这样张扬，其实我觉得不好看啊，个人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有人要这样做。总而言之呢，他就是这样做了，好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你们要看，你们自己就去方舟的工作坊那边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好吧，那么废话不多说哈，我们今天呢就是一样去外面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去外面看之前呢，我想要来看一下刚刚不是刚刚是我们上一集还没有讲到的这个武器的部分哦。各位看见了没有？这边什么9K、98K、RPG 哦，然后这些子弹是无限的还是不是无限的？我不知道啊。哇，狙击枪、火焰喷射器。好，看样子好像是不需要子弹的样子。我们刚好这边有很多那个金块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丢五个进来好了。它还有爆炸，靠，这要200个是怎样？你看，我们可以做这个神奇的斧头、死神镰刀，哎呦喂呀！这些密码哥战神锤，呵呵，到底强不强啊？有点好奇哎。好啦，我们来做一个锤子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爱之锤，敲下去会有爱是不是？好，来做一把来玩看看好了。然后呢，顺便来看一下，它远程有这个哦。好，先把它丢进来。然后我记得我们这边还有那个这个消耗品嘛，这消耗品不用讲了，这个我们身上已经有了。护甲部分，我们觉得把怪打死拿到的东西哦，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只要一件就够啦，就加那么多也不需要这么多啊。像这个我还没想知道是干嘛的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个是那个赫卡蒂的家哦，赫卡蒂的家，来，我们做一个赫卡蒂的家出来看一下。然后这边还需要什么哦？这个是什么高级泰克炮台啊？不管了，这个之后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样东西。好，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准备出去哈。来，我们的斧头去哪里了？在这里。嗨，你好。哦呦 ，Oh my god！ 这个拿来攻击敌人，敲下去会不会这样炸裂吗？为什么这周围都没有敌人？让我敲一下啊！拿这么大根的锤子，这样子应该吓死人吧？我敲死你！跑嘞！就让我试刀一下嘛，牛刀小试一下啊，还是我们冲去敲那个炉来？不要啦，等下怎么死都不知道。Hello， 一个人吗？我敲一下6700。哈哈，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嘛，看起来超屌的，有没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血量也是很夸张哎。没有啊。他的血量才17128而已，只要他攻击力强到夸张啊！好，我们等一下再来抓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赫卡蒂的房子。算了，我们就盖在这里好了。哇塞！为什么一盖出来会有 BGM？ Oh my god！ 也太大了吧！你这个 BGM 放的也太枯腰了一点。停，哦，没了，放完就这样子。啊，原来楼梯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我盖错了。哇塞，别有洞天呢！我的天啊！
等一下，这个建筑也太透明了吧，还可以看到地下，就有一种居高症的感觉。好，其实说真的，这么大一间里面没有人。赫卡蒂列储那呢？赫卡蒂啊，我对于你中间这个我还蛮感兴趣的，就是了啦。啊，这中间这就是传说中的赫卡蒂吗？对抗一只龙，哦，上面还有一只很大只的飞龙，下面还有一只阿根廷巨鹰，然后呢这边两个好像矮人什么骑士之类的。啊，这里下面有个，我靠，这个也太大一间了吧？这是破土吧？这东西，这个可以弄成破土也不简单哎，而且轻轻按一下剪，哦，它就被剪起来了，然后我们房子瞬间就消失。啊！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哦，好，没什么，我们可以走了。OK， 来吧，这个赫卡蒂的家哈啊，上个厕所可能要跑个五分钟才有办法跑得到啊，这么大一只。啊，给你们看一下这只。哎，这只飞龙好帅哦！哎，为什么不弄这只飞龙出来啊？你看它的下巴很尖。我喜欢，欸，可以站在上面，欸，超屌的。可惜，有，这种飞龙你觉得超酷的。好啦，不管了，我们现在赶快抓那一只，那只跑去哪里了？欸，在前面。我靠，我靠，这个怎么有 BGM？ 刚刚那个没有 BGM， 这个有 BGM。然后前面这是什么？等等，又来了啊！你们是怎样？都讲好了是不是？谁讲话？不要吓我哎！卖瓜黑家呢？飞高高！我们看一下的攻击，摇两亿多，右键是什么？哇塞！哇塞！有没有搞错啊？再一次，这边一堆雷龙群，神圣彗星。啊，没伤害啊！你给我整笑哎，是吓人用的，喔，一千出，一千多而已。那是右键吧？靠腰啊 ！C 键呢？哎 ，C 键没功能。哇，又是一整群来搞笑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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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根本就八哥犬啊！沙皮狗，你是不是沙皮狗？可恶，我依旧是跳不过去，有点想哭啊。那我们只好把它传回去了。欸，我觉得我们不要抓那么大只的好了，那个那么大只有 BGM， 我不喜欢。我很讨厌，我每次一进来的时候就会放 BGM。我喜欢安静的场所，好不好？我们还是乖乖的抓前面这三只好了。虽然这三只感觉比较小啦，啊，不过我觉得这三只啊 OK 的。哇塞，那个哇，那个是什么鬼东西？哇！就从那边爬过来，想吓死人呢，啊！来来来来，欸，我有说你可以乱跑吗 ？Oh my god， 你不会主动攻击我吧？看这也太可怕了吧！看这超可怕的，欸，成群结队这样冲过来，吓死我了。是可以抓的啦，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求你 ！Oh my god！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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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苍蝇是北七，他激动他了。好，别啊！完了！救命啊！关我屁事啊！为什么要追我？是那些苍蝇惹的祸，不是我的错。哎，他走掉了。嘿，我尾随，快点！你想干嘛？不要打我哦，求你了，没事，抓你！啊，为什么不能抓？等等，哇，怎么会有狗？我靠腰，那是我们家的狗，吓死了的！你不要在那边哦，你坏坏，你回家，就跟你讲说，我回家是回，你就回家嘛，好不好？你就在家里好好的守家嘛，好不好？不要在那边哦，受不了哎！算了，我们现在看这只好，等一下那个巨什么的啊，哦，那个大螃蟹再说。给手。很强，很行。再看一次他的攻击，这猿人啊，这猿人的模组啊，去死！还讲中文，呵呵，有剑
右键是把我丢出去，而且那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去死！欸，还蛮帅的，这装备可以哦。西剑是拍地，哇塞哇塞，破坏，拍死你！根本就没伤害啊，大哥。而且你中间上面那个晶片挡住我的视线了啊，你在干什么啊？去死！哇，2000万的伤害，2000亿啊！来来来，欸，不要掉线，不要掉线，把他弄死，把他弄死。没打到，去死！我怎么死掉了？他死了，等一下，我那只死掉了，我掉地图外面了。啊，这下面挖个 ，Oh my god！哎，别啊，别大哥，大哥别！我靠，我们这边，我靠，全死了！大哥，算我的错，好吧？啊，还好啊，谢谢你原谅我。不行了，我们还是会掉下去啊，无底洞了。好吧，我们回来了啊，我们那个可怜的家伙就这样往生躺在那个地方了。算了吧，我们去抓前面那一只巨蟹怪。我靠，伤齿龙。该不会主动攻击吧？拜托别咬我啊！求你别咬我了！过来呀！哎呀，走太快了，对不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驯服他啊！他到底是要对谁啊？不过他好像不会攻击我哎。好，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抓看看好了。哦，原来要这么高的地方才喂得到它，真的是。哦耶！右键是什么？推开你！我靠！我靠！看到了没有？那个是蜘蛛哎，蜘蛛飞弹哦！也太好笑了吧！啊，用拍地的方式。西键呢？西键没功能。啊，然后我也是跳超高的那一种 ，Ctrl 应该可以缩着跳吧？不要飞过头，我只是想要……啊，算了，我们还是乖乖的用走的好了，不用跳了，不受控啊！不要掉下去哦，不要掉下去哦。哦，还好，没事，这次没有掉下去了。螃蟹，你不要跟来，求你了！可恶，你怎么还跟来？啊，我不是吹了，别跟来啊！再跟来我就生气啦！啊，搞什么东西？我在想说要不要抓一只泰克剑龙啊？可是它只是外形长得帅而已啊，好不好？我就不抓了啦，给你们看一下，的确真的是帅多了。啊，我喜欢它上面那个背鳍，那是念鳍吗？还蛮屌的。好，一般的剑龙跟泰克剑龙就是不一样，你看两个做对比了吗？不抓。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也不要拍太多啊，一次内容拍太多，怕你们消化不了，我们慢慢来，好不好？这样子这个连载的这个模组连载的这个寿命呢，才不会这么如此的快，好不好？那很高兴呢，各位呢花了自己的时间啊，观看我的影片，感谢你们啊。那如果记得一样喜欢我这影片呢，按下你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的喜欢，或者在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这个鬼里鬼气的。古怪魔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